Tổng hợp đàm thoại luyện nghe tiếng Trung, cấp độ HSK2, trên kênh Panda Studio. 我要去北京旅游。 你觉得什么时候去最好? 9月去北京旅游最好。 为什么? 9月的北京天气不冷也不热。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最喜欢踢足球。 下午我们一起去踢足球吧。 好啊。 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 好啊。 什么时候去买? 明天下午怎么样? 你明天几点能回来? 3点多。 桌子下面有个猫。 那是我的猫。 它叫花花。它很漂亮。是呀，我觉得它的眼睛最漂亮。它多大了？6个多月。你很少生病，是不是喜欢运动？是啊，我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跑步。你每天几点起床？我每天6点起床。 吃药了吗？现在身体怎么样? 吃了，现在好多了。什么时候能出院? 医生说下个星期。大卫今年多大? 20多岁。他多高? 1米8几。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他是我同学。 张老师星期六也不休息啊? 是啊，他这几天很忙，没有时间休息。那会很累吧? 他每天回来都很累。这块手表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是我爸爸的。多少钱买的? 3000多块。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吗? 不是，是昨天的。你听，是不是送报纸的来了？我看一下。不是，是送牛奶的。这是谁的房间? 这是我和我丈夫的。旁边那个小的房间是我女儿的。你女儿的房间真漂亮，都是粉色的。是啊。 粉色是我女儿最喜欢的颜色。你看见我的杯子了吗? 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给你。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是什么? 是一本书吗? 对，这本书是我写的。 太谢谢你了。早上有你一个电话。电话是谁打的? 不知道，是儿子接的。好，晚上我问一下儿子。你喜欢踢足球吗? 非常喜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已经踢了10年了。 Bạn đang nghe chương trình đàm thoại tiếng Trung trên kênh Panda Studio. 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已经2年多了。我是2011年来的。 你认识谢先生吗? 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晚上我们去饭馆吃饭怎么样? 我不想去外面吃。 我想在家吃。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 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大。这件小的怎么样? 这件不错，就买这件吧。 今天
去不去打球？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你在做什么呢？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吗？不喝了，我已经喝两杯了。是呀，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我少喝一点，每天喝一杯。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他已经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来了？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今天的羊肉很好吃，你怎么不吃了？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不想吃了。那你还想吃什么？来一点面条吧。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我去游泳了。你经常游泳吗？这个月我天天游泳，我现在70公斤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他去北京了。去北京了？是去旅游吗？不是，听说是去看他姐姐。大卫回来了吗？没有，他还在教室学习呢。已经9点多了，他怎么还在学习？明天有考试，他说今天要好好准备。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去机场的路上。你已经到了吗？我下飞机了，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20分钟就到。你家离公司远吗？很远，坐公共汽车要1个多小时呢。坐公共汽车太慢了，你怎么不开车？开车也不快，路上车太多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给你过生日。今天？离我的生日还有1个多星期呢。下个星期我要去北京，今天过吧。好吧，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中国饭馆，走几分钟就到了。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明天下午再去吧。你想看什么电影？让我想想再告诉你。外边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你等等我好吗？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回来再打吧。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听说大卫病了，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Bạn đang nghe chương trình đàm thoại tiếng Trung trên kênh Panda Studio. 服务员，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您住哪个房间？317。好的，我叫人去看看。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这件白的有点长，那件黑的有点贵。这件红的呢？这是今天新来的。让我再看看。你好，请问张欢在吗？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对不起。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我第一次跳舞是在7岁的时候。我女儿今年也7岁了，我希望她能跟您学跳舞，可以吗？没问题，非常欢迎。你知道吗？
大卫找到工作了。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从下个星期一开始。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希望他能喜欢。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你都听懂了吗？听懂了。你都做完了没有？题太多，我没做完。不要看电视了，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别看报纸了，医生说你要多休息。好，不看了，给我一杯茶吧。医生说吃药后2个小时不要喝茶。医生还说什么了？医生让你听我的。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我看看买什么了。羊肉、鸡蛋、面条、西瓜，真不少。妈妈呢？正在准备午饭呢。你在找什么？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白色的。别找了，手机在桌子上呢，电脑旁边。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红色的那件。那件衣服我帮你洗了，在外边呢。王芳，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是不是男朋友？不是不是，我同学介绍的，昨天第一次见。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是，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你哥哥多大？25岁，他比我大3岁。今天的西瓜怎么卖？3.5元一斤。比昨天便宜？是，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您来点吧。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6点多。你比我早起1个小时。我睡得也早，我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再来点米饭吧，你吃的太少了。不少了，今天吃的很好，太谢谢你了。你做饭做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妻子比我做的好。门开着呢，请进。请问张先生在吗？他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好的，谢谢。Bạn đang nghe chương trình đàm thoại tiếng Trung trên kênh Panda Studio. 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我知道她的名字，她姓杨，叫杨笑笑，她姐姐是我同学。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我不认识。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那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去看吧。可以，但是我女朋友也想去。听说你去过中国，还想去吗？我虽然去过好几次，但是还想再去玩玩。那我们一起去吧。好啊，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今天是12月20日，新年就要到了。新年你准备做什么？我想去北京旅游，北京很不错，我去过一次。你买票了吗？还没有呢，明天就去火车站买票。Đàm thoại luyện nghe HSK2 đến đây là kết thúc. Các bạn hãy học thêm từ vựng, ngữ pháp
và luyện đề trên kênh để nắm chắc cấp độ này nhé.